在我的身边，看到没有？它真的是没有轮子。想不想体验一下？可以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。他一直从小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孩子，总是有奇怪的点子冒出来。往家从小。现在，启动。真的起来了，上面感觉怎么样？太神奇了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个车居然可以悬浮起来。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，一定很想知道当中的秘密。但是现在，磁悬球形车，简称悬浮车，它的设计运用了飞。慢点，前面危险啊，慢点。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汽车，就好像是悬浮车有一个功能是自动驾驶，声控系统能识别人声并开启自动导航。导航回家。悬浮车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能，就是它的安全感应器，它能根据自身行驶速度和周围车辆的距离计算出最安全的行驶距离，可能发生危险时汽车就会自动刹车。我真的为我们孩子感到自豪，他确实有些。